Round two. Ready, go. Yea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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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ut it. Yea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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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.O. Round three. Ready, go! Yeah! Round four. Ready, go! Yeah!六，直播的兄弟们啊，九七风气就这样，见怪不怪。看比赛啊，看比赛。谢谢华虎的嘉年华哈，别人送的是嘉年华，你送的是嘉年华哈，你这个嘉年华头上长草的哈。五连，好，也是晕了啊，前面也是中了一招。挂他上了，开个预言有没有手电筒？可以，兄弟，应该得猜有几个手电筒啊啊！咱们得开有几个手电筒，好不好？啊，咱们得开有几个手电筒啊，这个才有意思。大家猜手电筒啊，猜手电筒。Round three, ready, go. 啊！哪里哪个里都个里里里呢？Round three, ready go。可能切换了，到别的模式了。蓝了，跑啊！老 K 怎么会接赞助？你们去问他。对呀、啊，灯有没有亮啊？
那就是被你不小心切换到模式了，那就是被你不小心切换到模式。哎，要穿身局面吗？哼哼哈嘿，哼哼哈嘿。Ready go！ 哎，没有能量闪身。晚上好啊。完犊子，这一把不好搞啊！谢神加油。Round three, ready go！漂亮，天团。嗯哼，逆向还是正向？猜。好，来，战逼抓，嗯，哎呦，我去，我去，全屏跑抓。哎，没办法。不是老 K 刚才为什么要这么折呢？折正逆向的话，我觉得他会打的血量更多啊。但是他选择了一个跳低带抓啊 ，AB 的时候被捡了一下破烂啊。抓起来，哎哎哎，危险，老 K 怕不怕要怕被百合折不敢动哈，他来一波小跳直接抓，
头上浮阵，再来头上浮阵就死了。我去！耶，这厉害！踩头钉，耶，没抓过。我感觉老 K 是带了一个安全的抓，没有带蓝紫闪，不然不可能没抓过的，兄弟们啊！老 K 应该不是带的蓝紫闪啊，带蓝紫闪他肯定抢不过。他带了一个安全抓，跳的位置刚刚好啊，我感觉不高啊，我看了一遍。晚上好啊，九七镜头 F10， 不是 F4 吗？兄弟，咱们都是 F4 啊！欢迎各位 F4 们来到张毅的直播间，各位帅哥靓仔们来到直播间。无质钢啊，有气必钢啊！哇呀，你晕了！耶耶耶！好危险啊！我以为他有气，他有气，他要下盘不战了。老 K 要中招啊！哎，一个二段抓，要么蓝之山。线上各种的虐，线下打成狗。哎，好，空房牛批，哎呀，这一波安全抓失误了，安全抓失误了啊。哎呀，错位啊，他没有抓出来。哎哎哎 ，OK， 有一点失误啊！稳住，稳住！哎喂喂，完！注意强转！哎，他没有往前冲。
他没有选择一个往前跳低，而是打了一个后来，然后来抓。其实这样的话打也可以，但是伤害不够高啊，因为你打一个前冲跳低的话可以打晕的啊，强转的话成功概率很高啊，因为它是一个错位。我去我去我去，抓了，摔起来，这局应该有了啊，这局应该有了。华佗在世也难以救了，你这垂死的身体有何灵丹妙药？感谢感谢感谢大家。断臂带一个抓，太近了，倒地太近了，好牛逼，晕了兄弟啊！啊，放心的杀啊，放心的屠，因为后面的八神他不出来，八神太高冷了，有美女他都不救，哎。最尴尬的，不尴尬，不尴尬啊！只要你不尴尬，尴尬的他就是别人，兄弟。嗯，哎哎，提高了！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！这么多神预判吗？他这一招是成立的哈，能量闪身我可以直接用这个秦月音啊，神招啊，非常有神招啊！哎，哎，完了完了，我就知道完了啊！我找鸡毛了。啊，圣龙牛逼啊，圣龙我只能说很牛逼。这个距离抢不了啊，抢不了招，他的下期很快，葵花宝典
刚好。老 K 被胁迫打弹珠赛马式就咳嗽一声，我又不是老 K， 我咳嗽有什么用，兄弟？老 K 被胁迫打弹珠赛，你得去问老 K 啊，让他咳嗽啊。我咳嗽，我又不能代表老 K， 对不对？捡破烂乱动啊！怎么打怎么有，嗯，你说的对。升龙很准，故意几个低级失误，真这么准？不可能无脑失误升龙，装不是，很难。我读一下弹幕吧啊，我读弹幕给大家解说。和老二等一下就有了啊，和老二等一下要打老 K， 哇，必杀！让他妹，让他，这他妹没法看了。哎，优秀，再来一杀。小升龙好假，兄弟们，我看你们弹幕啊，给你们做解说啊，谢谢强子，谢谢。哇，这个下盘是真准啊！退防。打什么招都被制裁。那你？哪里哪里？哎，调皮一下呀，来个大肥猪在天呐、啊！起码可以磨一点血，可以起码或许可以攒一点气啊。
Round four. Ready, go. Welcome. Welcome. 五连。8-2。噔噔噔噔噔，遥感上架，兄弟们啊！哎，谢谢无故事兄弟啊，欢迎欢迎，晚上好，感谢你的桃花扇啊，谢谢。哎呦。我去晕，要晕了，刚才竟然没晕。好，我去，这个晕点也太久了吧，这个反射弧也太长了吧。看何池马上就来啊，马上就来，老 K 应该顶不住了啊。这比赛 我怎么看，这比赛我用左右眼一起看的，兄弟。哎，可以的，蓝之上。哎，还行啊，加油吧。他不是老 K， 他应该是老 K 啊，他应该是老 K。感觉老 K 是故意的，是吧？那你不容易，不容易啊，只能说不容易。Round one, ready, go. Welcome.贴脸暴气，呵呵呵，贴脸暴气，呵呵呵。老 K 被升龙给打的都出不来啊，这升龙啊，我去，这CD什么招都有用啊，什么都用的都非常到位，这个CD啊，牛逼牛逼。老 K 啊，我只能默默的给你加油啊。艺术科代表，欢迎欢迎啊。
看何时等一等啊，兄弟们，有始有终了，看完嘛，我还开了预言呢，兄弟。哎，牛逼，完了，哎，不敢打晕了。这下好的，不是不敢打晕，他有气，有气是打不晕的，他因为不能打五连啊。哇，帅！Round three, ready, go。 感谢小猪，谢谢。哎，走开，走开，不走开要完蛋。哇哇哇，舒服啊，精彩。逆向还是怎么说？跳过去，对，哎，彩头再听，牛逼。对嘛，多打逆向嘛 ，K 神。多打逆向嘛，早就可以了，因为你二 P 逆向的话是很容易进去的哈，人家很怕你的。放赞歌，开始反杀。这赞歌有这么好用吗？放赞歌就能够反杀，兄弟啊！啊，在老 K 的背景音乐里，没有人能够战胜老 K， 是不是？哎，可以可以，得了。挂生有这种水平，东北话是人轮得到叶枫吗？修修，这到底开没开？开没开？你得去问老 K 的感受啊！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只能说他有很多招贼极限啊，就怎么打，有些招怎么打他都怎么中。比如说千鹤的 CD 啊，比如说就是他打八神打大猪，大猪后能量闪现，他再出来一个秦月音。我是反正看不懂啊，这种招。没有，我是说我看不懂啊，很多招看不懂很正常啊，兄弟。你怎么知道他脑子怎么想的？说不定人家厉害了呢，进修了呢。何池看懂了啊。耶耶，完了。手太紧了，小老 K。给大猪一个气啊。给大门一个气啊。这解释越抹越黑啊，不解释了，不解释了啊，你们不要带我节奏啊，兄弟们啊。怎么打是人家的自由啊，好跳低反应。哎，不是，跟翻，好跳，真好，牛皮啊！哇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啊！哎，老 K 的复合指令玩的贼溜啊！谢谢 KYO， 谢谢。复合指令玩的贼溜啊！你以为他的头上符是头上符吗？你不跳试一试，你不跳他是一个天地反啊！你以为他的头上符就是头上符了？你太年轻啊，兄弟，小伙子。心内心内。
老 K 赢了也得说被放水啊，惨了 K 神了，太难受了。换个月。洗内洗内。好的，重拳必杀。哎，怎么老是失望？你打脸了是吧？你又带我打脸吗，兄弟？来来，我给你打脸。好的，摸一下，你不用打脸呢、啊。关了吗？后面感觉没功夫了。谢谢平底锅啊，谢谢谢谢。现在有一个跑抓必杀吗？老 K 很多失误啊，老 K 攻得太凶了呀，输一分再来一波四连，哎呦，双赛点反超。神操作，多的很。东北现在能够战胜何老二，不是能战胜 KYO 的不多呀。谢谢啊，谢谢潇洒兄弟，感谢保时捷。哎呦，幸福啊，终于收到保时捷了呀！谢谢啊，谢谢潇洒大哥。抓！哎呦，追不上啊！观战八九百啊，爆个气呗。呜牛逼，我只能说很快很快。定制摇杆升龙贼猛，猛在哪里啊？定制摇杆它猛在哪里啊？猛在没有失误，很快，还是怎么说，哇舒服。真的关了，跟前面完全不一样。这货退出九七界了吗？他一直
没有退啊，兄弟们。只不过呢，是各大解说基本上不转播他的比赛啊。但尽管是跟老 K 打是吧？就看一看吧，看看老 K 是怎么样的啊。然后晕了。开过最大的枪是谁？那不就是深圳那一次吗？开过最大的枪，那一万五那肯定是最大的了。哦，可以跳击必杀。哎，可以插盒慢了一下啊！你以为动？你以为我动？我不动啊！你以为我不动？我踢你！控分自如。不是不能跳低必杀，谁跟你说不能跳低必杀呀，兄弟？这一招哪里违规了？怎么又有人说不能跳低必杀呀？他是裸杀啊，他不是裸杀，他跳低为什么不能做不能必杀吗？人生清零，跳了，我还想要专当啊，兄弟们，还有大猪身位高啊，直接踢啊。赢了纳尼啊，你看啊，又想要转过去啊，纳尼八比八，哎呦，前八局非常的猛，生龙必中，关了明显不行了，醒了谁都接受不了，但主要效果，嗯，你们的弹幕很有趣啊，兄弟们啊，非常的开放。哎，优秀，打对手 AB。连着打，追着打，哎。唯一给控跟老 K 的男人。有期开过最大的枪，我说了呀，一万五啊，还要问呢。攻防的话是不能必杀啊，跳低轮加攻防是不能必杀，但是你跳低是跳波呀，人家在地上肯定可以必杀呀，有什么不能的？哇哇，牛逼来了，抢套下盘。感谢小爷啊，豪爷！哇，刷一期还行啊！我去，要八连呢，要八连呢！不给动啊！好 ，AB， 嗯，老 K 最大开过的枪五千吧，后面有一万的，那是后面黄了啊，后面黄了。纳尼，哎呦，七连了呀！哦，我去，哎，第四年一万啊，后来黄了啊，后来黄了。两万最大的谁呀？你们说枪两万最大的是谁呀？
那个吴志辉跟老 K 他们本来有开箱很大哈，后来也调小了，变成一万了啊，还是五千啊，在2015年的时候在上海啊，知道吧？本来很大，后来调小了。要八连呢？哎呀，要八连吗？要双赛点吗？奥斯卡的剧本都不敢这么写啊！被八连，然后要双赛点，然后再来反杀还是被杀啊？我们看一看，看他这把这两局有没有极限操作啊？老 K 还是挺强大的啊！摊牌，摊牌，哎，摸一下你的脸，不装了，摊牌了。哎哎哎哎哎！要吃强转啊，小心啊！啊，他怕强转 AB 哈、啊，然后就中招了。8-10，这怎么8-10呢？老 K 再来反二，来，哇，全责中啊！这个位置太舒服了，复活指令非常好用。耶、不太舒服，不太舒服，哎，换了一下体位，不然就舒服了啊！反杀开始了吗？还有机会，跳抓还是怎么说？头上浮距离不够。又不行吗？嗯哼，这个时候赌一个升龙，快点下一场吧。这个和老二在打抢一地，哦，可以。哇，那应该没有了吧？天师，老 K 赢，不敢赢老 K。说什么都有啊。小心哦，不要来一个最大反转哦。哎，闪身不出来，还在里面。
反伤，双色点反伤。嗯，我上符。哦哟，赢了呀，好危险呐、啊！